怀孕之前的44个卵子，那切片5个，只有2个的正常。那我们知道年纪大在胚胎染色体正常的比例就会一直下降，那所以在高龄的话，有时候为了求得一个染色体正常的胚胎，需要累积胚胎，或者取胚胎或取卵。那所以我当天在做胚胎的时候，就大概就说，哇，你每一次取卵只有1/4个正常胚胎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在他的个案里，可以让我们知道说，在高龄怀孕中间，如果你有先累积胚胎，那真的不能。所以我常跟他们两个说，我送你们两个上车怀孕很简单，可是下车的时候却发生这么困难的事情。还好陈大伯所出手相救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两个生命，或者是说子宫还折腾在人间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个在我们以前，这就是子宫在表，那第二个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记在别条喽，别的小朋友玩一玩就。哎呦，哎，可怜哦。